哎，这个 CNCC 那个结果看过出来啊，可以的，当然他们看到黄了。不要点时差的啊，这种时差的可能都有。版权问题，好吧，这个也要注意。嗯，毕竟放到 YouTube 上去了嘛。然后收一下动画。哎，这里面全是时差的。下午行吗？搜索不就了吧？小屏小窗呢？窗无所谓，订阅，然后给他弄个登录。王明，那个登录的那个用啊，对 ，@pivideo.com 吗？用 demo， 不要发点 com。什么内容？订阅一下内容。然后一定要演示那个的是吧？开课的。对，要跟硬件有关系的最好都帮你。嗯。好，那开课六表了，那打开的都是白屏。那个爆料。然后拍摄，等等，你要对着它。要拍。其他就是。